内圣外王这一组词是出自庄子天下篇的，后来他借用它来谈儒家内圣外王之道，内修外性之道。夫子之道，中恕而已矣，尽己之谓中，推己及人之谓恕。中恕，内修外行，外行而内修。当代心儒学唐某几位先生在这里非常强调说，本内圣而开行外王，因为以旧内圣旧外王时局一变，而内圣提炼起来作为一个形而上或者内在更深层根源的根据，由此返本溯源而要开出外王。这个说法基本上在理论上当然返本开心嘛，这本来也是对的，也是准确的。但是这些年来我特别还强调，其实内圣外王两端而一致，不只是本内圣也开心外王，也是在外王的学习过程里重新调节内圣，而又由内圣影响到外王。所以我一个提法就由外王而内圣。由外王而内圣并不意味忽略了内圣，而只强调外王，其实是要说真正的内外通贯讲实践的时候是要具体落实出来，在生活世界，在历史社会总体，在从我们内而外，而外又而内。后来我在读中庸又读到了，这当然中庸以前我们就读了，而当你特别留意的时候又会看到像中庸的第25章讲和外内之道也，这章很短，这么说的：诚者自诚也，而道自导也。诚者物之忠实，不诚无物，是故君子诚之为贵。诚者非自诚己而已也，所以诚物也。诚己仁也，诚物智也，性之德也，和外内之道也，故实错之宜也。诚则实也，是存在那最真实的动能，它本身有一种本体的动能，而自始至终去完成它。而这样的大道，它本身有一个存在的动能，生生不息的往前生长着。这个诚既是存在的律动，也是我们价值的指向，实践的动能，它是任何一个事物之宗旨宗旨原始而腰中，以其终点而启动了这个起点。如此而说不成无物，正因为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动能就完成它，所以事情能够完成，因此君子诚之为贵。诚不是你自己完成而已，而且是要去成物，成物就是要去落实在外在的事物去完成它。诚己讲仁，成物讲智，我们生命的自我完善，就是我们真正的人，就生命中真正的爱能要把它实现出来。这爱能的实现出来就是我们讲的成己而成物。而这个爱能的实现落实在事物上，当然我们要智慧通明，知识确实能够落实而去实现它。这就我们生命一个存在真正的德性，而如此
很重要，是和外内之道也，就由外而内，由外在而具体落实了，也就是内在生命真实之生长了，故实错之一也。因此我们要以实而进，如此而真正能够安顿好，继续生长着，生长着，这一点是无比重要的。我们将读下来，对于我们生活世界的事，时时刻刻的去警醒它，去提醒自己，而且真正可以发现到其实真正的理论是离不开实践的，实践是在生活世界，而是生活世界后头有一个历史社会总体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础点的。就此来讲，我们要努力的落实它，了解它。所以讲性之德也，和外内之道也，故实错之一也。我们生下来这个本性，这本性有一个生长，这生长是一种具体的生长，而由外回到内，重新交谈、对话、调节、融通了这样的一个大道，这是依时而进的，生生不息的，厚德载物、自强奋进的。好的，我们今天就讲成者自成也，和外内之道也，我们就说到这个地方。感恩。